他笑，他笑，他笑，他笑。啊！干！欢迎回到 New Metal Ultra Microscopic Rock Volcano Conosis 少女频道。现在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我人现在在三军总医院，现在特别的紧张，因为我现在要来做检查。先跟大家说，我的手是合不起来的，不能五指并拢，但这三只可以，但另外两只不行。然后再看一下我的右手是可以的。我现在要来做神经的肌电图。我爸刚刚跟我讲说，他会插一根针进到我的手里，然后去看我的神经有没有怎么样。他讲的实在太可怕了。我上次听到医生说他会插一根针，我已经够害怕了。他刚刚跟我说，如果等下插进去的时候，我手不要乱动，万一针断在里面怎么办？我现在只想找厕所躲起来，但我刚刚找不到厕所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很恐怖。而且那个上次医生就说我的神经有病变，所以等于说我就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。所以以后你们有人骂我神经病的话，我不会说什么，因为我确实有。但是如果我治好了，我就不是神经病了。但我现在是神经病，该治疗的还是要治疗。医生说要检查是从我的手肘还是脖子受伤的，然后要开刀。如果是手肘的话，就是开个一个小刀就可以解决。但如果是从脖子的话，那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等检查完再跟大家说情况。OK， 先这样。哇，太紧张了。好，加油，太好了，看，加油。跳舞的感觉。吓死我了，他是用电的不是针，然后还要等一个针的用插进去的。我刚刚有一个插瓶的感觉。现在我要让你感觉啊，真的不行就不要做啊，就紧张，我也说受不了这回事啊，不行就不做，不要紧张，快点，我让你试着感觉一下。1、2、3。啊，下面就是吗？可以吗？有点酸。好了，放松，是不是再一针就好了？来，放轻松哦，这边。哦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的。放下喽，好，跟刚才一样哦。哦。1、2、3。啊，真的好酸哦。酸哦，可以。这个穴呢？啊，我不会让它痛一下的，耐一下。我感觉我的手很肿了吗？再看看脖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有时候是你脖子因为不是要神经，他如果这病有时候越来越严重。OK， 现在在回家的路上，看一下我的后面，还有我的手，总共就是被插了三针。刚刚医生是有讲说，好像50%的神经都是有问题的。一听到的时候是觉得是很想哭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能跳舞的时间有多久，但这个治疗也逃不掉，所以我必须要做治疗。这个心情不知道怎么形容了，好吧，就先这样吧。等下次还要再做一个检查，然后检查出来报告出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。各位，我现在来到了三军总医院，我要来回诊。今天要来做的是放射不迟症噪音检查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我只能说我现在很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像上次一样插针还是什么。反正我现在真的很怕。好了，希望一切安好，希望不会这么严重。但是上一次来的时候，医生说蛮严重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我希望我的手可以赶快好。各位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检查是不能有任何的金属物品在身上的。他会问你说身体有没有装什么支架啊，还是什么钢钉钢板啊之类的，我都没有装。但是我的学校的裤子上面有拉链，他连金属的都不行。虽然我现在要换这套，他说要把裤子脱掉，所以这样等于说我要穿着内裤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好害羞啊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就换吧。帅吧。上面好凉哦，我现在懂那种女生穿裙子的感觉，应该是这样吧。给各位看一下，我现在是这样，好恐怖哦。好了，他在叫我名字，我要出去了，拜拜。
刚刚就是一个躺在那边要大概20分钟左右吧，他会给你戴耳塞，你就躺着，然后他把你头脖子固定，然后耳朵这样东西罩着，然后你就被推进去，盖一个东西在你的脸上面就推进去，然后你就一直听到嘚嘚嘚嘚嘚嘚嘚叭叭叭叭叭叭叭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是头脑很乱的，然后他说不能动，但我其实是不知道能不能吞口水的，我有吞口水，我就这样子躺着，然后我一直脑海里我在记着说我在检查，不可以乱动，我在检查，放轻松。但是外面有声音传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好像我的整个世界很乱，我会很想动，我差点就整个跳起来了，躺着就差点睡着了。一个礼拜后来看报告吧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礼拜后，反正我就是要来预约看报告的时间。OK， 各位又是一个美好的开场啦。今天我又来到这边报道了，因为我昨天来照嘛，所以呢，今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说很紧急，因为我还要再做一次，他说还要再照一次。我想说是不是我昨天不小心动了？刚刚问护理师，护理师说我的颈椎要就是换姿势，我现在觉得很烦。他说我很紧急，一定要赶快来，我马上就把一些事情排开。结果我居然忘记我学校表演要排练，然后刚刚电话被老师骂了5分钟，接着然后这边跟护理师讲话，然后给他健保卡，唉，真的是哦，现在整个头脑很乱，现在超级烦的。希望我的手没事。好了，我要来换裤子了。我快挂了。OK， 刚刚是这样子的，说明一下情况给你们听。我刚刚进去，我以为很轻松，各位你们想太多了。演示一遍给你们看，他叫我躺着，这边指甲是我的头，手环皮身这边是我的那个脚，然后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头是掉下去的。这样我躺了十几分钟，快30，然后腰被抬高，再换一个姿势是转过来，然后是脸朝下的，脸朝下这样一样，一个是正的下去，一个是反的过来，正的下去。是不能呼吸的，我没办法呼吸，压着你的横膈膜那边，肋骨那里超级不舒服的。我刚刚在里面是这样子，辛苦医院的人了，终于结束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下次看报告之后跟大家说结果。就他是脖子那个神经啊，你看有人正常可以这样弯，但有例外就会折到，他就随便弯都会折成这样，但是你是没有压到神经，但这个神经却变得比较不灵，第五就觉得说在这边。这个特别扁，这管子偏掉了，就卡住了。没办法啊，你就不要弯脖子就好了。你往前弯，它就变成窄；往后弯，就正常。就是不要弯它就好，让它摆正的。那我跟你下药，没有意见啊。我就叫你不要动最好。那你要动，我没办法。这样看往后弯，那这么看这个是很粗啊、哦。那你往前弯就变成细。那、这个除了限制它的角度以外，还有什么？没有办法啦、啊。最后面就是开刀把脖子锁住，它、锁住就脖子不会动。那、你想弯也不能弯，卡死了。好了，答案就这个。它也不是一般骨折，它是神经在这里折弯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阵子去医院检查出来，我有一个罕见疾病是平山症。那平山症这个东西呢，是手会没有力，然后会有萎缩。那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合不起来的，然后我小拇指这边是有一点萎缩的，你看是弯的，我伸不直，所以我每天会这样子去做伸展。我会把它拉一下，会很痛，我的神经是很紧的那种。譬如说，好，我这样扣指甲。手就会这样抽筋，这样背肌的部分会自己抽筋。我也不敢开刀，因为我爸爸好像跟我有类似，也是有开刀，也是开脖子，但是现在复原之后，他手整个没力，没力的程度是他提一颗西瓜就是极限了，看了很心疼。你也不知道你跳舞可以跳多久，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影响。然后我爸看到我的手这样子，他就会一直想要叫我不要跳舞了，但是跳舞是我的热爱，所以谁都无法阻止我。医生说我只要低头，如果我的神经断掉我就瘫痪了，所以其实我在做一些 breaking 招的时候比较危险，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治疗方式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推荐我哪一间医院，还是哪一个医师很猛很厉害的，全台湾都可以告诉我。喜欢影片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